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佛说阿弥陀经大义。尊敬的诸位同修、诸位护法，大家早上吉祥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佛说阿弥陀经大义。在这个地方，首先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，也感谢大家经过这个网路啊视频共修，给我这个机会啊，来跟大家学习。人非啊圣贤，殊能无过。我们不是圣人，但是我们进一步就是往前啊，认真来修学啊，希望我们能够啊成就的一天，最主要的这一生能够亲近阿弥陀佛，将来生西方极乐净土。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经《佛说阿弥陀经》的教诲。那在这个地方啊，想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报告。我们如果真正修净土的，修学大乘佛法的，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啊，而且这个特别重要的，在学习当中啊，我们一定要务必把我们的自私自利啊要好好的放下，不然的话你怎么修，只要我们还有这个念头，那我们的菩提道上就很难进步。这桩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只要你还有一丝毫有这个念头，存着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，不管你怎么样的努力修行，都是寸步难行的，而且原地踏步，从来没有向外迈出一步啊！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懂得哦。所以这个自私自利啊，真的害人害己。
所以你想要有成就，在修学当中，特别是对于我们念这一句名号的，那你的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一定要放下，不放下，那就浪费时间了。所以为什么现在的人在外面被人家批评啊，我们啊佛学佛的同修啊，没有做一个出的好样子，像我常常遇到啊这些事情啊，人家来诉苦啊，这个好像很用功很念佛，但是的行为言语造作没有做一个好样子出来，人家批评的是谁？不是我们啊，是佛教啊。这个事情我常常遇到的，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我们这一段时间在这边共修，我每一次在共修在讲解之前，我会先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报告，提醒我们自己，只要我们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还在，搞这些名闻利养的存在，哪怕是你今天很努力很用功很静静的，不会帮助我们的。所以这个头一个念头我们一定要好好去思考，我这一段时间的修学，我的行为，我的言语，我的造作，有没有像阿弥陀佛一样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愿，我们的行，有没有跟阿弥陀佛一致，同心同德？那如果没有的话，赶快反省，将来才会有成就嘛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听经？听经都是为了帮助什么？你想要开智慧，没有别的路，多听经。所谓啊，听经都是听这些圣贤的教诲，帮助我们断烦恼开智慧。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每一天8个钟头都在讲经，晚上10点睡觉，凌晨2点起床，几个小时啊？4个小时。哎，我们还算不错，一天至少8个钟头。啊，中午累还补一下觉。哦，以前哪有这个样子啊？你看今天我们看到一些人外面听经的人太好命啊，过去的人听经是坐是站着啊，而是跪着的这样的求法，你看现在的人坐着听经，有时候坐在沙发，躺着床上，拿一个咖啡再加上饼干，我说甚至于一边吃饭一边听经，一边拿手机一边听经，有没有在专心？根本都没有。听经有没有得利益？根本都没有的。我一般听经半个钟头也好，我什么都放下，把我的集中精神在听经当中，听一遍听两遍听三遍，慢慢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开智慧断烦恼，你的心就静下来，心一静下来烦恼减少了嘛。
我们为什么会有烦恼？心浮气躁，所以我们听经少，所以习气多。如果你听经集中在听经，就是等于佛菩萨为我们的教诲，你说你的习气能不能减少，你的烦恼能不能减少？当然会啊。所以现在的人啊，就是太麻烦了。哦，特别现代。哦，你跟他讲这些佛法，你说，哎呀，这些我都是懂。啊，做得到吗？做不到。哦，所以借这个地方，我一定要提醒，真的，释迦牟尼佛过去八个钟头，从来没有断续的。49年如一日啊，每一天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到他老人家要入涅槃的那一刻，他还不放去，还在讲经。你说呢？如果听经不重要的话，释迦牟尼佛无量劫以来所修学的，为什么要为我们这样做？一天呢，八个钟头哎，哦，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头一条，头一次，啊，必须要把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，把它淡化。啊，第二段啊，第二件事是什么？就是把我们的贪欲，把我们的嗔恚，把我们的愚痴能够放下，那个最好的。如果做不到怎么办呢？师父，你把它淡化，不再有控制的心态，不再有占有的心态，你把你的心慢慢的向着什么清净的心这个方向啊去走，你将来会成就的。哎，哦，记得不能有控制那种心态，你我要控制你，哦，我每天来控制你，啊，来跟你计较，啊，这种的心态啊，我们尽量要放下，哪怕是很难，你能够把它淡化。减少占有的心态，占便宜的心态，我们必须把它除掉。不然的话，真的，我们念佛念了一辈子，能不能成就，那就很难，那就很可惜了。所以我常常提醒大家，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好样子给人家看，不要给一个让人家对我们佛教一种想法，一种迷信。哦，那你这样的做，那功德无量。所以我最近啊，常常啊，睡觉之前啊，常常问一个问题：人呢，为什么生活这么辛苦啊？人为什么这么烦恼呢？恐惧、害怕、忧虑，而且每一天的烦恼不但没有减少，而且每一天的增长，什么原因呢？什么原因呢？啊，我每天在想这桩事情啊，那人为什么生活这么辛苦？每一天那种很忧虑、烦恼那一种，什么原因？哎，你看我每天啊想，后来找到一个答案。我们为什么要恐惧、害怕啊、烦恼、生活啊还不自在？什么原因呢？对一切法、对一切物牵挂太多了啦。
放不下的东西呀，太多，看不破，放不下。有时候遇到境界的时候，比任何人更执着，舍不得嘛，所以你的生活会感觉很压力，牵挂太多了。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迷。为什么人会生活很快乐？因为他觉悟了。为什么人生活很痛苦？因为他迷了。所以你看，区别这么大，只是一念之间而已。你觉悟了，你的前途是一片的光明；你迷了，你的前途是一片的黑暗。所以看看我们的心，哦，所以的区别这么大，真的啊！像我以前小的时候，大概9岁、10岁的时候，我常常问我的母亲：“妈妈，为什么天上会下雨啊？”看到邻居人家亡身，哎，妈妈，为什么人会死？看到人家邻居吵架，妈妈，为什么会人家吵架？母亲都不会给我一个那种让我很满意的解答，通通推给谁？那都是老天爷安排的啦。啊，这个天上会下雨都是老天爷的事，人家会死都是老天爷的安排，人家的吵架不要管人家的事啊，就是这个问题呀。啊，所以没有找到这个答案。哦，所以学佛之后明白这个道理，哦，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从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啊，释迦牟尼佛从多帅天到印度，生在一个帝王之家，你想一想，享受荣华富贵，他老人家为什么放弃？选择修苦行，日中一时，山移一波，树下一树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因为要为了度众生。所以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。今天为什么我们修行会有退步？进得很少，退得很多，什么原因呢？什么原因？你看，诸佛菩萨从来没有放弃的，想尽办法来帮助一切众生，尽虚空变法界，不舍一人，想尽办法来帮助，哪怕是这些众生对他的伤害回谤侮辱，甚至于要来伤害他的命，他的生命，他从来都不放弃的，是什么力量？我最近哦，在想哈，我们为什么会退步？退步在哪里？什么原因？什么原因呢？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分享，因为我们的慈悲心不够，那种爱的心没有培养的加强，所以容易退步。所以诸佛菩萨为什么，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有这样的，就是因为他的本怀，他的本怀建立在哪里？以慈悲为本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有慈悲的人，他会跟人家发脾气吗？不会的，都是很温和的。有慈悲的人啊，你看那些佛菩萨、观世音菩萨，哪有说在发脾气？没有哎。你去读《无量寿经》，哪一部经释迦牟尼佛在发脾气啊？没有的。
所以为什么我们容易退步？那种慈悲心没有发出来。所以出发心很重要，这个出发心从哪里建立的？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的用意在哪里？以慈悲为本。这个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们会容易退转，你的慈悲心。如果今天你的慈悲心非常强，那就不得了了。哦，你看过去四千年前，那个最出名的，大家都知道，唐尧帝君虞舜大禹，不管有多困难，有多难，你看他们这个三位的表扬。你看他们的德行，你看他们的修养，以天下为主啊，以天下为家，这个是什么心态？就是你的心态的慈悲那种心态。像阿弥陀佛，为什么要建立西方极乐世界？为谁而建的？为十方一切众生而建的。而建这个西方极乐世界，而本怀的建立在哪里？慈悲心。那如果慈悲心呢、能够以慈悲心来对待呢，你还会跟人家计较吗？不可能的事啊，还跟人家斤斤执着、斤斤计较吗？不会的，他不会有这样的。所以，慈悲里面，你才能够把你的智慧开发出来。这个智慧要从哪里来得到的？依我的经验，一定要听经，多听经，听经烦恼少了，烦恼轻了，你的智慧就长了嘛。所以啊，福慧双修，慈悲跟智慧，它是一不是二。所以这个道理啊，我们要好好去思考。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来讲讲这个道理？没有别的，就是为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报告。希望大家好好的用功，好好的修学，做一个好样子给人家看。学佛是很法喜的，看到人的脸，笑容。欢喜法喜，看到你这样的人家，你不要劝他来念佛，我告诉你哦，他会乖乖的跟着你念佛了。今天哦，每天哦，做那一些违背经教里面的一些教诲，你不要说劝人家来念佛，人家看到你哦，福建话讲多端。福建话讲的多短气，就是这个道理啊！人家看到你哦，哎呀，算了算了。这个啊，我希望大家这个我们一定要好好知道哦。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，那就功德无量。所以啊，希望大家以随喜妙用，妙在哪里？妙在随喜功德啊。只要你能够放下，从心上去放下，不要以身以这个事从心，在世上呢，我们都是跟人家一般一样，该做事的做事，该吃饭的吃饭，佛菩萨来到这个世间都是这个样子的，视线什么呢？从心开始，你要从你的心慢慢的放下，你能够放下一分。你的烦恼就减少一分，你的压力就减少一分。你能够放下五分，你的烦恼、你的压力、你的忧虑就能够减少五分。那你就放下圆满了，那你就得大自在了。而且这个自在，你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了，那就不得了了。
这个境界那就很高了、哦、希望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个第八位佛的弟子。那佛这个弟子啊，这个随身大弟子啊，就是难陀尊者。难陀尊者的出家因缘呢、啊，上一次已经跟大家做简单报告了。那现在啊，又来特别介绍难陀的专长。哎，这个难陀是谁呀、啊？他在佛弟子当中，大家都称为他什么？而且他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是什么关系？啊，这一次啊，要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啊，那难陀尊者呢，跟释迦牟尼佛是什么关系呀、啊？兄弟。哎，兄弟，他是胞弟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亲弟弟。你看哦，释迦牟尼佛是老大哦，哎，度他的弟弟去出家啊，像我师父，我师父有两个兄弟，他出家后度他的弟弟出家，他两个出家。他妈妈哦，刚开始啊好难受，两个儿子通通出家了。没想到啊，后来妈妈接受了、哦、既然这个是你的使命，那你就好好为大众服务。我师父真的两个兄弟、啊、出家、哎哦、所以这个难陀尊者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亲弟弟、哦、而且呢，在佛弟子当中，这个难陀啊，大家都称为他什么？称为他什么呢？像舍利佛是智慧第一，目犍连是神通第一，那难陀尊者呢，在佛这个弟子当中，大家都称赞他什么？什么呢？师父啊，这种事情呢，对我来讲不重要、啊、但是这个很重要。哎，难陀尊者是什么呢？就是威仪的仪，仪容生妙第一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难陀尊者，他真的不是一般人。你看他长得很有庄严哦。很有威仪，而且他的声音、啊、很美妙，很好听，在佛学，在佛弟子当中，大家对他的赞叹，对他的赞美，所以称为他叫做仪容生妙第一、啊、他的相貌长得很好看，我们一般讲啊，哎，帅哥一个了，不仅仅帅哥哦，声音又很好听哦，很迷人哦。你看那些歌迷呀、啊，为什么会歌迷？因为他长得很帅，声音又很好听，歌迷嘛。哦，像师父以前哦，还没出家，很喜欢听着。听谁的那个唱歌呢？邓丽君啊、哦，这个邓丽君，哦，师父好喜欢听，哦，那个好喜欢听她的歌，啊，没想到啊，一往生了、啊，心里好难受，哦，失去了这个歌迷，你看，我们的偶像啊，那种走了，我、哦、心里好难受，我大概两个星期，好难受。哦，那叫歌迷了嘛，就迷了，被这些人迷了、啊、迷了团团转、哦、又跑到台湾，到这个台北专门看这个邓丽君的坟墓。歌迷呀、啊
这个很麻烦哦。那个，那你们有没有去过台北啊？那个往那个法鼓山那条线呢、啊、去走啊？那个地方啊，叫人叫台湾的一种那个一个很好的封地，专门啊就是人家买这个往生之后啊啊埋在那边啊，很漂亮啊一个地方，很歌迷啊。好，难陀尊者就是有这种的能力啊，那个福报很大哎，不仅仅有这样的，而且哦，生在帝王之家，你想一想，那不是一般人嘞。而最难得的，在这个难陀在生活里面的他的品德，他的德性，值得人家敬仰的。我们很多人在这个社会上，你看，那长得很帅哦，很好看哦，声音又很好，他的品德好不好？他的德行好不好？不一定好哎，甚至有时候目中无人，共高我慢，看不起人家的，这种人太多，这一类的人太多了。所以德行很重要，最大的特点在这个难陀本身是什么呢？谦虚啊，那谦虚，他的德行就是这个，人家怎么赞叹他啊？谦虚，人家哦来赞叹他啊，谦虚，从来没有供高我们的，不像我们呢，还被人家赞叹一两句，哇，那个整个人就不一样了。哦，所以啊，前几天有一位年轻人打电话。师父啊，我们能不能到你那边跟你聊聊天，讲讲话？我说行啊，可以啊，就过来吧。啊，如果讲是非人我，那个要打住。啊，对我来说啊，这不重要。啊，但是如果问佛法，我可以跟你说明。啊，问我一件事。啊，聊到最后，他说师父，啊，我这一生啊，哎，最大的希望啊，能够娶了一个。哎，长得很美啊，长得怎么样的？我告诉你哦，你要建立幸福一个家庭，如果注重在外表，你永远会活得很痛苦的。建立一个家庭的幸福、快乐的美满人生，如果建立在外表的话呢，你永远呢、啊、会随着这个环境的痛苦。但是如果注重在德行，那你永远就是幸福快乐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外表都是假的嘛。你说她很漂亮，十年后、二十年后，她还漂亮吗？长得漂亮吗？不会了嘛。你看哪一个人呢、啊？年年十八岁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啊？你看你们十年前跟二十年前，现在比一下。是怎么样的？变化了无常嘛。你说美，美在哪里啊？到最后还变成老太婆都是一样的，假的啦，假象的，不是你这个假的，干嘛去追求呢？再过几年，人不但老了，最后呢，什么呢？变成一堆苦陀了吗？这骨头变成就这个样子，你说漂亮在哪里呢？你说帅在哪里呢？所以啊，告诉大家，外面都是假的啦，不要太认真啦，你明白吗？真的，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不管逆境也好，顺境也罢，那都是假的，干嘛不要太认真？太认真哦，自己哦，给自己痛苦啊，没必要。所以我刚才讲，随喜功德，随缘而妙用。哦，不要太认真，
好的来也好，不好的来也罢，对我来说一句阿弥陀佛。人啊，要着重在德行，一个人能够懂得感恩知足，才能够带来幸福。啊，如果没有知足，不懂得感恩，你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环境生活，你的过的生活啊，都是很痛苦的。哦，所以这个事情呢，为什么难陀有这样的果报？为什么他这一生感召这么殊胜的果报？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的前世的因而所感召来的。所谓的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的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做的是。你今生受到什么样的果报，就是跟你过去生所种的因跑不了了。所以你希望你将来的果报好，你就把活在当下的因种得好，你才能够获得好的果报。你看你们生在澳洲好不好？很好耶，空气又好，什么都方便。你看看那些非洲的国家，有一些国家哦，不要说吃饭，连水都没办法喝，喝什么呢？你没有看过吗？你看那些非洲的国家，很多哦，连水要喝水都很难哦，喝什么呢？喝马尿哎。哎，真的哎，像我们的道场，还没疫情之前，每两年哦，最慢每两年，有时候一年哦，会到非洲做什么呢？做那个是医疗，帮助人家那些生病的一些，给他们布施药，啊，布施一些需要的东西，都混过去的。我们的佛堂还有几个佛堂团体集合一起去做这个，能够帮助嘛就帮助别人啊。所以有时候把钱省用一点，能够省的就省，剩下来去做什么？去帮助那一些人，你去供养去布施嘛。哦，所以不要放在太久哦，你以后走了你也用不了，但是今天我们积功累德，你拿去布施去供养去帮助别人，哪怕是有多少，将来都是你的。像师父今天讲经跟大家学习报告，我用我的时间用我的精神来供养，那一种布施嘛。哦，所以很多地方你看，很多国家在打仗，生活很辛苦，恐惧害怕。我们在澳洲生活有多好？很好哎。所以啊，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一言一着莫非前定啊！你说到什么样的果报，就是你过去中所种的什么样的因，就是因为难陀尊者前世种的这样的好的因缘，所以今生受到这么殊胜的果报，所谓的因果通三世。哦，所以一定要小心，你要将来哪怕是十年后、二十年后、三十年后，你今生你就当下你必须要把好好的种的因种下去，将来十年后、二十年后，你会感受感召好的果报来。哪怕是将来哦，你过去所造的业，而且这个业很大，因为你不断的去断恶修善，慢慢这些本来啊，我们要受这样的果报，因为你不断的在去行善，去断恶修善，你这些的果报将来会化解了。哦，所以这个难陀尊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
那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度难陀他的弟弟出家呢？是什么原因呢？不仅仅难陀他自己的弟弟哦，连释迦牟尼佛的儿子是谁啊？罗侯罗尊者也出家耶。不仅仅罗侯罗尊者出家哦，罗侯罗尊者出家几岁啊？几岁出家？九岁出家，不久正果啊。所以在十六位1255人这些随身弟子最年轻的是谁？罗侯罗尊者。而在罗侯罗尊者在这一部经的表法是什么，下面会跟大家说明啊，很精彩耶，小孩子耶，代表什么呢？不仅仅罗侯罗尊者，连罗侯罗的母亲是谁？啊，耶稣陀罗啊，耶稣陀罗最后也是出家。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度他们出家呢？这个很深的道理，而且内容的意义很深，下面会跟大家说明为什么要度他出家。所以有一些人法师啊，为什么要出家？他有出家的因缘。所以我们看到出家人一定要恭敬他，有修没有修是他的事情，但是他能够保持这个袈裟，我们必须要恭敬他。哦，不要看他的外表，哼，那不仅仅哦，释迦牟尼佛的儿子，还有释迦牟尼佛的太太，还有释迦牟尼佛的弟弟，连他的父亲是谁啊？净饭王啊。虽然没有出家，但是净饭王的修行的成果非常的殊胜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临终的时候是什么呢？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最后啊，他的父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因缘非常的殊胜呢。所以你要度你的母亲啊，尽孝道，那最好是什么呢？劝父母往生西方净土，因为去西方极乐世界等于了生死出三界，他不会再受苦，而且一生成佛，你看多好哎！这个就是什么？释迦牟尼佛尽孝道啊，不但度他的父亲净饭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连释迦牟尼佛的阿姨，就是他的母亲的姐姐，哦，你看释迦牟尼佛的阿姨哦，因为释迦牟尼佛的母亲生他出来以后一个星期他就往生了，生到哪里？到利天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小时候谁才由谁来带大的？就是他的阿姨，连他的阿姨后最后呢也是出家。你看这么大的家属哦，通通把他度出家，而且最后三个月之前，释迦牟尼佛还没入涅槃，到哪里讲经说法？那道立天嘛，谁来请他呢？道立天的天主是谁？四体还音嘛，在《弥陀经》下面我有讲了嘛，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玉皇大帝，西方国家讲就上帝，四体还音来请法，请释迦牟尼佛到道立天，为什么？为母说法。你看释迦牟尼佛的见孝道值得我们来榜样，做得非常的完美，让家属得到的究竟圆满得利益，而且真正可以永远了脱生死的轮回。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对他的家属，对他的亲人的报恩
贡献释迦牟尼佛的做的罪的圆满。啊，所以过去啊，这个唐尧啊，对这个尧舜、虞舜啊，他说啊，忠孝、忠孝啊，难以两全。但是你能够把这个忠孝孝一切人、孝天下，那你的孝那不是一般的孝了。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个样子。啊，所以难陀今天出家的因缘，就是因为释迦牟尼佛会度他们的家属出家的原因，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了生死、出三界。那今天我们帮助我们的家属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做一个好榜样，将来他们能够蒙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等于帮助一个人去成佛啊，将来成佛去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那你说你的功德有多大？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做法会啊，再过几天我们要做法会，做生死习念啊，你看为什么要回向，哎，给我们的过往的父母啊、家亲眷属，累积姻亲债主。这个回向哦，不要建立一个形式啊，建立在实质。你不要说写这些名字去回向，你的德恨能够做一个好样子出来，你的周围的人，包括那些过往的往生的人，你的家亲眷属都会沾光啊！真的哎，比那个你在那边哦，做一个形式啊，人家做法会哦啊，写一个名字啊，写了一大堆，啊，自己有没有真的去修行？这效果没有那么快，有效，但是没有那么明显。但是如果今天你真的有修行，你每天不断的去断恶修善，提升自己的修学，真的你的这些过往的父母，你的累劫姻亲债主，你这些的家亲眷属，你的范围的这些眼睛看不到的，会获得你们的这些的光。哦，所以啊，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这个就是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佛的大弟子难陀尊者。那第九位是谁呢？阿难。那阿难是谁呢？时间到了啊，我们呢，这个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啊。今天呢，如果有讲不对的地方啊，请大家多多批评，多多指点啊，我们大家都是同参道友啊，在这个地方祝大家啊六时吉祥啊，老实念佛，同生极乐国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来念佛啊。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